你妈在家，一会儿我是早回去了，怎么办？多不好意思啊。那你就回房间看看书，上上网呗。再说过几天他就去北京学习了。叔，跟二哥说一下啊，那个这段时间那货不用从我这送了啊。邮政这段时间的稽查结束了，咱放心大胆的送。好，好。那你那姐，那陆小欧，他怎么样？嗯，好着呢。他天天来，对每个人都可好。你小心点啊，这女的想耍你，那能跟耍猴似的。我哥，你瞧你把我说的跟大傻子似的。哥，嗯，你教教我怎么追女孩呗。你这算问对人了，干咱们这行，按说是最会追女孩的。为什么呀？坚持、专一、多动脑筋。哥，你说这是追女孩还是追后单啊？通啊，一个道理。你看陆小欧，怎么样？高冷吧，歪着大理人吧，清高吧，最后你哥略施小计，不还是拿下了吗？心甘情愿给他当卧底，通风报信儿。